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，我是主持人 UZ。 欧洲最大电玩盛会 Gamescom 2022今日正式展开，许多未发表的新作都会在这个时候抢先曝光哦。其中就有一款风格相当类似对马战鬼的全新游戏首度公开，赶快一起来瞧瞧吧。还原真实历史事件大受好评的对马战鬼，透过唯美画面呈现沧桑史诗感，在动作游戏的领域上开拓了全新版图。近日正式登场的欧洲最大电玩盛会 Gamescom 2022就有一款风格相当类似对马战鬼的游戏新作首度公开。烟云十六声是款中国风开放世界武侠动作游戏，影片中可以看到不少神似对马战鬼的风格和玩法，也展示了与多种强大敌人战斗的片段。不过本作目前并未公布更多情报，除了确定登陆 PC 平台之外，其他平台和发售日期也都还未确定。对历史事件感兴趣和喜欢挑战操作的玩家，可以好好留意后续消息哦。